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I running to you. You won't reject me, do you? I bought a flower for you. 单纯想当你男友，他们不是我对手，所以爱愣着干嘛？接受我，别再害羞。Don't keep me waiting on the side. 我跟着我chilling 海边生活是什么原理让我这么折磨 ？Girl like you， 带你去对面上面参观整个三门的 view。害羞的是你，不是我，我也不是王三火。我目不转睛看着你，但你没注意。你到我，你正在专心玩手机，就显得我很落寞。我只能回到屋子里，在人群之间穿梭。于是你我的 iPhone 你也不喜欢眉来眼去，可你是唯一的特例。Come on and kick about me， 现在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目标是合而为一。我已经努力寻找快乐，别为难我 ，baby。现在是6:40，今天学校又组织去露营。我马上要去坐同学家的车，一起去学校集合。我们现在到港口了，一会儿去坐船上岛了。这边也是一个学校组织去露营吧，对，小朋友。这边是我们的大部队，耶！哇，这个大脑袋一定要找着我。现在在港口，又在做准备工作。来，我们来看一下。OK。Hello。哎呀，不行。到了。哎，兄弟们，到你到花海了，给大家拍一下花。从一侧的海爬到另外一侧海上了，都开始录 vlog 了。哦，天哪，太棒了！可能天哪，太棒了，马上就到了吧？哇，太棒了！到海边了。那里有个停机坪，哇哦，谁来把我们接走呀？这是我们的营地 ，camping camp。终于到我们的 campsite 了，这个环境比上次的好太多了，还可以有厕所，还能洗澡，太棒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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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춤을추는이순간이느낌좀말따야바다야우리와같이놀아아바람아너도이쪽으로와와달빛조명아래서너와나와세상과다같이파리 all night long yeah it's good if you wanna have some fun 짭짤한 공기처럼 이 순간의 특별한
说完吃晚饭啦。啊，太有了。东西我们要悄悄的，我们自己人知道就好了，不要告诉他。No。你可以尝试一下。我操！我也尝试。尝试什么呀？变成我们的人。现在 Benny 就是我们的人。这个有点变成我们的人。Benny 说为什么 Benny 就是我们的人？现在 Benny 是我们的人。Benny 是在抢我们的人。他说：“陆林，你跟着李斌啊，你别搞错了。”就洗漱一下就可以了，是去洗漱，我什么擦擦身上什么的，要不然等一下。对，他会上厕所。我觉得有。对，你们赶紧去，该干嘛干嘛吧，要在厕所干的事都干完了，等外国人回来以后。干的事儿，对。马上，外国人回来以后就那厕所就已经就不能用了。开始，来。干什么？太聪明了。干什么？我辣的。要记住生活，你懂吗？他不懂，他没有人了。我声音好像挺好的。今天的晚饭格外丰盛，太 nice 了。太 nice 了。然后丢两颗雷卡一波位置 OK 把最后一个解决掉都是你要未来游戏吧。我们现在要去海边看落日，但是好像云把那个太阳挡住了。来，我和我爱的两个女人，我们一起去海边看落日。王祖一的心都是我们的，前面还有我们两个兄弟。哇，可以的。哇哦！你来解说吧，大神，这个叫什么？打水漂吗？打水漂，大神神。现在是晚上9:40，我们来一个深夜会谈。喊那么大声干嘛？因为音乐声非常的大，我怕大家听不见。这边有很多帐篷，那边应该有很多帐篷。今天的月亮现在已经11:00了。哦，有个人比了个耶。我们刚才玩了好几局的狼人杀。晚安。晚安。准备睡觉啦。躺在我温馨的睡袋里。今天是两个人睡一个帐篷，非常的舒服。来，舍友出个镜。来，舍友出个镜。Hello。我怎么跟个饼似的在这儿，非常的美。晚安，晚安，晚安。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子按过去？现在是早晨不到7:00，看看这个风大的，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正常下山了。上面那是个头灯啊，朋友们，不要怕。还能是个啥？是个眼睛。今天就我们两个人睡。今天是第二天，我们下山了，风景还不错。今天是个阴天，就很舒服，没有大太阳，非常好。现在是下坡路，非常的凉爽，非常的轻松。前面是两个一组队员，我们要打算超过他们，加油，奥利给 ，Go！
终于能看见港口了，太妙了，终于要下山了，再见这个地方。光像在碎街拍有耀眼的闪闪，机械冰封的尘埃，下一秒释放姿态，沉默期羡慕不来。这是一张特别寒酸的可丽饼，香蕉味的，它这个里面有一个 香草味的冰淇淋。 OK， 它这个是一个咸味的可丽饼，里面有，哎呀妈呀，火腿、培根、芝士、番茄 OK 就这样了。OK， 三个可丽饼太美了。现在外面下大雨，我们到室内准备打牌。好，现在在船上特别的晕，我们都瘫在这儿。没有，不太自残我。哈喽。No， 不行，是你太丑，你没有帮我拍进去，你太丑。太丑。打个招呼吧。真的，然后你，拜拜。香港的毛衣包裹着慵懒不经意，用温暖的甜蜜融化了你的叹息。空气。什么背景感？我们的旅途就这么结束啦。